无意识，这里休息时间。Halloween Makeup inspired by Annabella。Annabella 有一只非常之大嘅眼珠，所以我哋都一定要戴大眼罩。为咗遮条眉遮得更加好，我哋会用浆糊笔狠狠咁样黐实你条眉。唔知你哋有冇见过皮肤蜡？今次想做到个公仔有啲裂开嘅感觉，所以你可以用皮肤蜡顺便遮埋你条眉，一阵间干咗之后佢就会裂开噶啦。搽晒啲皮肤蜡喺你想要嘅部位，我哋就可以上白色嘅粉，将白色又或者灰色嘅粉底捞埋你平时用嘅粉底液，出到嚟嘅感觉就会又白又灰又冇血色咁样嘅公仔皮肤颜色，先至系最靓噶。将条眉画高啲，精神啲，咁样主人可能会更加中意我咧。我要啲轮廓更加深，用黑色嘅眼线笔又或者眼影，就系啲应该要凹落去嘅地方。唔够自然，惊主人唔中意，用手指又或者用个手 blend 开佢咪得咯。只眼中意有几大就画几大，扩大眼把范围，画一条假嘅眼线，咁样咪得咯。身为一个公仔，点可以冇眼睫毛啊？啲人类成日话胭脂红啲就可爱啲，咁我搽红啲，主人咪会中意我多啲咯。我呢只公仔有一套特别嘅审美观，虎纹、笑纹、眼窝全部都要凹落去啊！啲人成日话笑先至得人中意，但系成日笑又会好攰，咁我就唯有画到佢永远都笑啦。唔好意思，有咗你少少时间。Are you ready for screen？ 几时有人啊？你恶嘅，啊又被冷落啦！我要人啊，俾人我啊！哇！啊，是啊，你是不是小花？啊，是啊。